阳光花朵，爸爸妈妈喊出早啦，每一天起床都在想今天会遇见吗，想在你眼里看到我的笑容，好像清风伴我穿搭，说不出口的思念，能碰巧遇见你，就像是奇迹，想要和你变成好朋友。夏安的同学们纷纷都陷入了沉睡，最终发现是瑞香花精灵在搞鬼。但毫无经验的花仙魔法师者安安，加上一个不好好学习魔法的小王子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正在夏安拿出魔棒要收服瑞香的时候，却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境。我们玩个新游戏。嗯，什么游戏？猜猜我是谁。为什么？猜出我的名字算赢，然后你们就能回家。痛痛痛，怎么了？你也中了他的魔法了。啊，我好像看到一个女孩，她邀请我和她一起玩游戏。那没错了，就是花仙精灵王找的鬼，我们必须把她收复才行。我得救出妮妮、班长还有千寒。我似乎记得是有老师说过关于沉睡花朵精灵的事。沉睡花朵，瑞香花。我记得以前花仙国有一个童话故事是关于沉睡花朵的。然后呢？似乎是说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开满了瑞香花，经过那里的花仙们都会莫名进入沉睡。那他们怎么醒过来的？你还敢说你是他们了不起的花仙国王子？我就是了不起的王子，我就是忘记了，不行吧？树明，我命令你，快收服瑞香花精灵。怎么收服？把春叫出来，让他试试。爱心、美丽、智慧的力量，伟大的库普拉花神见证，我以花仙魔法使者夏安的名义召唤你，出来吧，春！能创造出结界，外在的因素不能伤到他。那要怎么办呢？千寒他们都在他的幻境里。收服花仙精灵必须见到他的实体并喊出对方的名字，双方同意结盟才能完成。花仙夏安安，我以花之法典启动精灵之名与你结下契约。花仙魔法使者，快说咒语。怎么才能知道瑞香的名字呀？这就要靠花仙魔法使者的智慧和勇气了。我真的好想救千寒他们呀。出你的名字，这太难。
藏在这首儿歌里，这是我给你的提示。儿歌。我放学回来了。哦，妮妮班长和千寒还在睡。你还有心情唱歌？没有了，我只是努力地回忆花仙国关于沉睡花朵的传说。那你想起来了吗？我只记得一首儿歌。千寒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。你打算怎么办啊？我要去见瑞香。昨天看见他的时候，我能感觉到他的气息，让人非常开心，觉得很舒服。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好精灵，我要请求他把千寒他们放回来。请求？你应该要说服他，不是请求他。身为王子清风的花仙魔法使者的你，怎么能这样丢我的脸呢？那么王子，你知道他叫什么吗？我马上就想起来了，马上。妈妈，请你在天上祝福我。爱心、美丽、智慧的力量，伟大的普普拉花神见证，我以花仙魔法使者夏安安的名义，请你显出你的样子。早啊。
上好，早上好，你感觉还好吗？嗯，我感觉很好啊，非常有精神呢。不过我做了好多奇怪的梦呢。有个非常漂亮的花仙子跟我玩猜名字的游戏，后来好像还有安安。有些不记得了，不过安安你在里面好奇怪啊。都是梦，都是梦。好像还穿着漂亮的衣服，还有魔法，真的好棒。是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秦涵，安安，妮妮，你也来上课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哇，这个真漂亮。这是瑞香花，是我的守护花哦，它代表着喜悦之情，春天的来临。我们快走吧，上课别迟到了。花仙魔法使者夏安安，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。痛痛痛，小星星哦，闪闪微微，害羞羞哦，砰砰掉下来了，揉揉脸哦。